希望可以用我的聲音去講我故事。咁我成日喺台上邊咧，其實我有一個恐懼症，但係咧我永遠都會袋住塊面，彷若無人心中人。今天我寒夜裡，我而家今年23歲，咁就嘛，贏過兩年，即係2013年同2014年，即係今年嘅大專就攞住冠軍。好多人咧都話我把聲似何韻詩啊，或者林依文啊呢啲歌手啦。咁其實我唔係太介意，但係我希望嘅係我自己能夠去塑造一把屬於我自己嘅聲音。每當我唱嗰首歌嘅時候，每個都會認得呢個係一個，呢個係吳詠儀嘅聲。咁我先分享一個比較特殊嘅舞台經驗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去台灣結束嘅榜樣。咁其實咧，台灣唔會有人識我啦。咁但係我去到嗰陣時候咧，其實都但係又特別唔會太驚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嗰度人首先嗰度啲人唔識我，然後但同時間嗰度啲人係好支持我嘅。咁其實上台係一定會怯嘅，但係點樣令到自己喺台上面唔怯之餘，亦都可以感染在場嘅人？我都係嗰八個字：彷若無人心中有我。只能